永斌，来来来，永斌，永斌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永斌。永斌发过几张唱片？我发了五张专辑了，这相当不容易。所以闽南语歌坛现在越来越难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振兴闽南语文化，是，要发扬文化了。对，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来？你没事吧？来发扬，你用这种方式来发扬，带来，这样好吗？很厉害，也不错啊，就是国际化。会不会唱完就解约了？不会啦，会不会担心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这个应该是跟庙会有关的嘛？对啊，不是，这是有去替塞有玲珑高一种，不是，那这个是电影的主题曲哦，等你主题曲，等你的主题曲哦，叫做《七龙珠》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恰啦嘿恰啦 ，Yeah， 那一首哦，就那一首，这可以唱。他从先画那个漫画本，对，一本一本，然后这个销售很好，直接就再变成电视版，电视版又不错，再变成电影版，是，你看红珠。现在红珠，红珠啊，有啊有，是认真的吗？红珠格格，真的啊。红珠呢？是七龙珠，粉红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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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有这一部？红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宫崎骏的。哦，你们不在，我不知道要被污蔑到什么程度。哎，你太常在冷笑话了。还有七龙，还有那个气球会升空把屋子拉起来，那是什么？天空之城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天空之城那也跟七龙珠有关。往上，同一个作者啊。哦，宫崎骏啊，不是啦，七龙珠。不是啦，七龙珠不是宫崎骏，又不是宫崎骏，是鸟山明啦，那是龙猫。七龙珠不是，但是这个天空之城还有红珠，这个都是宫崎骏的。哦，我看你讲的足忝的呢，啊，你会使足忝着的呗？对不起啦，雪茄会啊，太多了。这是翁来啦，这是翁来啦，所以这一首歌要好好表现啊，叫做七鸟足啊。七两竹啊！加油！什么？这也能用台语唱？变成七两竹啊，会是什么感觉呢？而且三位都穿 UGG 的呢，哦，这个算还不错，哦，辛苦了，我觉得好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歌词要 run 到闽南语要 run 到很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的歌等于是你不歌词熟一定要熟，但是你唱起来怎么要会很练动，有那个技巧，就是你要好像在讲话叙述出来，来两瓜对不对？这个翁立友老师，我讲安尼对不对？交乎你的心，你放伫倒位？好，你看，强啊，雄雄啊，你就想讲。风中的感情，你敢也会记？我知，你把它唱完了，他等一下要唱什么？这个，要不然你用这种唱的方式来唱一下这种。用念的。这条我不想唱。喂，你不要唱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
我跟你讲，这就在这个地方这一区块里面，就几面的金曲奖最佳男女歌手。哇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哎，麻烦你站过去的，这边都是。人家有入围，我有入围，入围啊，入围代表就是陪伴，肯定哦。可是入围就是肯定，不要这样。所以那个歌是不是要好像闽南语？你的歌词，你随便找一首。坚持，坚持，你唱嘛。来，怎么唱？来，你坚持，来唱一下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你看他是不是用讲？坚定的心将心用前行，你看是不是用讲的？第二句。请你记住阮的名。很生气，请你记住阮的名。对啊，不平常啊，他很平常啊，所以他们唱歌哪里是唱，他是在讲话。哦，有道理，就是两瓜两瓜。其实哈，这个宪哥这个嬉笑怒骂，你连我是谁都不太记得。宪哥，他差点讲成汉尼老师哎。对，宪哥真的，他真的是音乐人，唱歌真的就是讲话。哎呀，唱歌就讲话。你有一个例子，叙述。滚将青春给的琳达。这个太做作。他有一点傻，对他有一点，阮将青春寄伫恁兜，有一点傻叫，阮将青春寄伫恁兜。有吗？有人安尼讲话吗？最少年就对你做家老，等待死去的时阵那到。所以他好像讲话。对呀，对呀。对啊，叙述啊。谢谢歌王歌后，好吧，来来来来，准备要看分数了。是是是，到底他能不能过关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全数过关。我心中的那个大石头是没问题的。你这一生得到最大的肯定就是今天，真的哈，就这一场，真的真的搞成这样子。唱片出了五年，有没有看到？五张，才出了五张，五张，一年一张，一年一张，对啊。你们有没有做功课 ？OK 啊 ，OK 啊，你也是刚好讲对而已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看你的内涵，很心虚。他们为了要答谢他们，你可以翻个跟斗或什么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这样，强人所难。你跳上你的筋斗云，然后飞出去。我们帮你做后置嘛。你叫神龙来。也是要人家两脚悬空，也是悬空。不要闹了，怎么可能？你做动作自己飞出去就好。谢谢吴永斌，谢谢。筋斗云耶。